即係基金界或者市場嘅眼光咧，其實喺第一季尾開始，其實聚焦喺全球通脹啦，經濟究竟能唔能夠真係復甦啦？個疫情方面咧，開始似乎少人講。咁反而譬如我留意有啲基金經理嘅調查咧，譬如訪問一啲基金界，究竟啊嚟緊睇啲咩即係 issue 最緊要啊咁樣。咁其實大部分咧都係覺得通脹憂慮咧係擺喺第一位。即係譬如美銀美林早前個基金經理調查，都37%人覺得通脹係問題。第二就係嗰個退市嘅憂慮，跟住第三其實先係疫情。你覺得即係喺你嘅眼光嚟睇第二季，其實呢一啲咁嘅排序係咪啱？又或者你有冇一啲新嘅憂慮要大家擔心？其實就主要都係其實我哋會覺得其實就今年第一季咧，尤其一月同二月咧，其實個大市係過分地暢旺嘅，尤其 IPO 啦，同埋嗰個日均嘅成交量咧都創咗歷史新高，2000多億嘅平均成交，係啦，最高峰其實曾經3000多億啦，咁嗰日其實單日係創咗歷史嘅新高嚟嘅。咁如果港股呢方面其實都俾人個感覺咧都有啲過熱嘅。咁加埋咧嗰個收税嘅 issue 咧，令到我哋覺得其實就都第一季好大機會，可能今年咧係上半年咧嘅一個重要嘅高位嚟嘅。咁第二季恐怕都係嗰個整體個氣氛咧，都會係比較疲弱嘅。咁變咗就嚟緊，你話個市場個憂慮，我諗係反而係即係第一季咧有部分嗰啲細價股啦，尤其啲 IT related 啲 SaaS related 嘅股份啦，或者個別嘅藥企啊，咁咧其實都有機會個股價咧比較 overshoot 咗。咁變咗就嚟緊第二季都要睇下之後咧嗰個價格調整個幅度有幾深啦。其次就是疫情的話，我們又發覺其實就現在其實呢，雖然就英國、美國以外的成熟市場其實都仲係個情況仲係好差嘅。咁新興市場裏邊嘅印度咧，亦都係一路創緊歷史新高。巴西啊，嗰啲都係啊。咁但係就隨住疫苗咧係逐步大規模咁接種啦，我哋覺得呢個憂慮其實就唔需要擔心嘅。下半年應該有機會咧係個別嘅所謂的旅遊bubble啦，咁係會逐步係重開嘅。咁呢個對於過去兩年咧，或者過去一年啦，受到打擊的相關旅遊相關的零售行業，我們覺得是有利的。咦，你要買個關子先，我 feel 到你呢就嚟緊究竟看好啲咩類型或者板塊股份呢，就大概都是已經有少少嘅 tips 俾大家，陣間我哋咧可以即係俾啲 number 大家參考一下。不過如果咧我哋睇翻譬如個整體市嘅氣氛啦，因為我有追蹤，譬如 Vincent 你之前係做一啲傳媒訪問咧，其實你提過第二季咧小心啲港股咧，其實會有一個比較大嘅或者深度調整咧，源自於其實你比較擔心美股個股值比較高咧跌落嚟嘅時候係拖冧港股。其實你而家嗰個諗法係咪都係一樣？有呢個憂慮嘅，但係港股美股咧，其實嗰、那個動力仲係好強啦，變咗其實就唔應該逆市咧係做淡嘅。但係就港股本身已經係弱啦，咁變咗其實美股有一個即係比較深度嘅調整，話港股可能有機會穿一啲重要嘅支持位。咁所以如果做投資嘅話，其實咧，我諗今年咧其實上半年個態度上可能要留翻少少水位，例如你自己本身個投資組合嘅本身你假設咧個現金比較冇咁衝動嘅話，可能預留翻少少 buffer 咧，係有機會可能會突然間有一個比較深度嘅調整。你覺得咧最好大概預幾多 percent 係現金，幾多 percent 係股票？我諗每個投資者可能個倉位都唔同，本身你要睇下自己亦都有冇積蓄啦，或者同埋有冇工作啦。如果你本身每個月都有一個 decent 嘅呢個 savings 嘅話，我覺得其實未必需要擺好多現金喺手嘅。但係其實就當你如果係冇收入，你全職係做投資嘅話，我會覺得其實可能揸20%-30%現金咧係 appropriate 嘅。因為其實就冇人知道究竟會唔會突然間咧會有一個深度嘅調整。但係就其實我覺得其實你有80% exposure 其實都夠。都足夠啊！如果個市彈上去，其實咧都其實獲利嘅幅度都未必係太細。尤其如果本身之前一路都係滿倉嘅話，其實就呢個我覺得係一個進可攻退可守嘅一個投資嘅策略嚟。都好。